哪根虎的朋友呢？是黄色跟黄色，还有咖啡色。对对对，很适合你哎！我可以上黄啊，这也上黄色，绿啦，比较偏美拉德的感觉，黄色驼色，尤其是驼色，咖啡色。恭喜发财！所以宇宙，你跟强强是同。 对，我们都是属马，我们家的习俗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穿那个旗袍走村。哇，对，那现在这边就是我带来可能平常会穿的旗袍，就是像这件比较特别，刚刚就有那个叶婷老师讲的，比较偏就是棕色，对对对对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好传统哦？对，很传统。你爸妈很传统吗？就是我们家就是外三代这样子，从姥姥那个时候开始就会穿着旗袍。对，我们是住在那个左营的眷村里。 对，哦，那难怪，对，这过年的时候最有气氛。没错没错。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那个左营的莲池潭，那边有个万年祭。它从其实从过年开始，它就会有那种过年大街。嗯嗯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件趣事，就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就穿着旗袍去走村，然后就在人群中迷失了彼此。然后最妙的是，那时候妈妈把手机放在我包包。 啊，你知道他就是懒得带包包，所以那然后就拿个手机，然后就手机没安全感，他就说那不然先宇宙先放你包包好了，就放在我包包，两个人这样手勾手去逛那个年货大街，啊，只能挤一挤就挤不见了。哦，然后那个年货大街因为很长嘛，所以他就有分那个东西边，就各有一个那个服务台。然后我就听到我妈妈在对面广播我的名字，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在。 这边一边东边一边西边，我就在西边这边的服务台广播我妈妈的名字，所以那边先广播完我妈妈的名字，然后这边再广播我的名字。对对对，然后结果过没两天，我们是眷村嘛，大家庭左邻右舍全部都知道我们母女在那个年货大街在那边走时，就在家隔壁而已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很好笑。那几天后妈妈回来了？没有，当天就回来了，当下当天。 当天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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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！对，然后也会带狗狗哦，可爱哦，长辈吧，他也要穿这个舞龙舞狮的衣服。是是是，因为他也会有一些小才艺。你刚说他这个这套衣服在哪里买的？啊，在那个永和的乐华夜市，那边卖狗狗卖小朋友的饰品都还蛮多的。然后我们来表演一下小才艺，看跟大家拿。好啊好啊，本东，换你咯，本东来，耶，可爱哦。 很稳定，他眼里都只有宇宙。对啊，这边要吃零食吗？那站起来 ，give me five， 来这边 ，give me five， 耶 ，give me five， 好棒哦，好趴下，他好会站，他叫胡蓉哦，嗯，趴下，躺躺躺躺躺啊，对，好棒哦，躺躺来躺，好咬着，咬着，不可以吃，等等哦，好，哦，好乖哦，他好厉害哦，好来起来。 起来，来，这里，来，跳，本东跳，好棒，来，坐下，跳。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要穿旗袍，嗯，这段流量密码，流量密码，对对对，哇，流量密码，以上，我突然间想当本东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要去换旗袍，谢谢，哇，给红包，给红包，给红包，给。 东的红包，开心！东的红包，你的红包，谢谢。给扁东的不是给宇宙的。哦，我是在旁边助兴的。对。好，好啊。那老师，你觉得以他的身材啊，对他的身材穿旗袍是真的蛮好看，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厚薄度感觉都会比较薄，还是要帮他。 找一套衣服，而且要配合它的开运色，然后又保暖，然后又流行，又时尚，又有桃花，又有它原来的身材，对，一定要的，对。好啊，交给你了，没问题。哇，哎呀，好可爱哦，宇宙，你看，哇，而且很甜美，好看，对，而且日本街头会，重点是你看起来比。 派派还有钱，对，因为我把很多让你看起来有钱的元素都加进去。怎么说什么元素？比如说第一个呢，就是名媛感，嗯，所以像这种。
很细节的部分，比如说它里面本来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一个针织，但是今年很流行造一层纱哦，所以你可以从这面给摄影机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就会觉得它身材很好，还是身材很好，你就会看它曲线非常的明显，因为这边有抓皱的关系，所以这一件纱呢虽然是很合身，然后也包的密不透风，但是有一种那种性感外穿的感觉，对，就是今年很流行，就是在你基本款的上面罩一层这种纱的罩衫，就层次，对，层次。再来呢，就是搭一个卯毛的东西，我觉得如果在过年你用到毛呢，就会让你看起来很有钱，对。其实不一定要用到真的貂毛，但是现在出了各种毛海或者是卯毛的感觉，或者是科技毛，它都会让你看起来很华丽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呢，虽然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很容易显胖，所以我还是要显出它的身材，因为旗袍嘛，就是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我女儿身材很好，所以我还是保留她有曲线的感觉，就是腰很细，然后穿有一点短裙，但没有到很短，因为到膝盖上面10公分是最有气质的短裙长度，因为再短的话就会有一点辣，但是那个气质感，因为我觉得宇宙是属于比较气质女性，所以我就希望她走这种乖乖的气质路线。再来呢，我觉得白色的马靴也是会让她增添这种富贵感，然后还有就是有点小尖头，还有你可以看到它鞋子后跟的地方有一点点镶了金色，有鞋底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过年的时候，那个美容院常常没有开门，所以帽子就很重要，因为没有办法早上去再抖一个头发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有一个这种有毛毛的这种就是帽子，北欧感的帽子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让你马上就10分钟不到就可以出门，带就可以出门，然后这边一样绑一绑，对，绑一个辫子。再来呢，就是它的包包。他的包包我也帮他搭配了，就是毛毛的感觉，也让这个冬天就是里面呢有时候很冷的时候还可以握住它，然后里面对，里面也可以放蛮多的红包，所以我觉得像这样走春拜年的造型的话还蛮适合他的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因为他很适合就是有点驼色，我就帮他找这样的洋装。强，其实我觉得你偶尔穿这样会很美，对，真的啦。其实这个会蛮适合你看它这样好像全部都包紧，可是它很性感，它很性感，因为它是贴身，对，然后这个颜色又是这种，就是有点美拉德这种颜色，美拉德色系，好优雅。然后这里腰身呢都有提高腰，又加上它这种就是给曲线很明显，很漂亮的，对。好了，下次试一下，下次试一下，可以哦。再来呢，还有像如果要甜美一点，要拿很多红包的话，可以走这样比较可爱的路线，哪一个比较春天的感觉的包包，然后有带成金色系，像你穿这种领子有荷叶边的领子，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一直笑，人家也会觉得你在笑的感觉，所以也是非常讨喜。好像是哎，然后再来呢，还有像一定很多人都会说，妈妈都希望我可以在过年穿一点红色的时候，还是要带一点红色。对呀，不要就是都。你就可以走这样的路线，对，它就是有一点那个蜜桃暖蜜桃橘色，然后搭配红色的格子，这样子搭配起来，跟以往我们红配黑或是红配银红配白都有一点不一样，也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，可以把过年的年味表现出来之外，你从除夕到初五每天都可以做不一样的造型。宇宙换上这套毛毛单品的走春搭配，整个人看起来贵气又有气质，绝对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啦。为了寻找美，我来到了传说中女人的殿堂。这里藏有成为自信女性的秘密。成为自信的女人，女人我最大。